要教大家敷呢一个蜘蛛面膜，呢一个咧系一个专业级别嘅面膜嚟嘅。首先佢有分两 part 嘅，一、二，咁咧你要搣开佢，跟住敷咗第一 part 嘅精华先。咁呢度有个角，跟住接落嚟，呢度全部都系嗰啲精华嚟嘅。嗰啲精华咧有好多种嘅 peptides， 帮我哋做一个紧致提升去纹。跟住就搽落块面度，最紧要搽均匀佢。咁一阵间你就会用一块佢第二 part 嘅蜘蛛网网住我哋块面，双下巴嘅位置都要搽，因为佢会做埋双下巴位嘅。眼位都可以敷。咁入边除咗呢个 peptides 之外咧，佢仲有好多种唔同嘅透明质酸，帮我哋做一个深层嘅保湿。擦完之后，只手最紧要系干净，去到做第二 part。跟住第二 part 咧就系呢个网状骨胶原嘅一个蜘蛛网，咁你就开咗佢。咁一攞出嚟之后咧，就有两个 part 嘅，咁就跟翻自己嘅面型摆上去。第一 part 呢一个咧就系蜘蛛上半 part， 咁呢一 part 咧就摆落去我哋额头嗰个位置度 ，make sure 你啲头发系唔会黐得到。就敷埋第二 part， 跟住呢个系双下巴嘅位置，呢个位置都要贴。咁你 make sure 所有位置系贴咗落块面度之后咧，就向上提拉，扯起佢，咁佢就会定咗个形喺度。咁佢呢一块网嘅构造咧，就模仿咗蜘蛛咁啊大，然后收紧。就将我哋块面好似一只蜘蛛爪咁样爪住咗。当我哋一放开嘅时候咧，嗰啲纹咧就少咗好多噶啦。跟住调整好你个位置，就直接敷三十分钟。我翻嚟啦，三十分钟啦。咁三十分钟之后咧，大家会 feel 到块面系好紧好紧嘅，讲嘢都有难度嘅。咁呢个时候咧，千祈唔好直接搣咗佢，因为直接搣嘅时候咧，你会 feel 到有少少扯嘅感觉嘅。我唔想扯伤我哋嘅皮肤，所以有一个好好嘅方法就系加水。咁加咗水之后搣嘅时候就非常之方便啦，所以我哋而家咧就加咗水先。好啦，加完水之后咧，你就可以直接喺侧边度搣咗佢啦。一条纹都冇咗，仲闪亮亮添。